怎么办啊？我只有十发，这怎么办？救命啊！开不了门。这边出不去啊！棺材。Run！哇！摔死了。他叫我跑，是说刚刚那个那边要马上冲出去的样子。我刚是不是迟疑了大概才一秒而已，就挂了？哎，还真的嘞！这不能迟疑。上去啊！下面有在开枪、啊。哦！有时候真的很不合理啊！有时候真的很不合理啊！是因为我是主角，所以无所谓啊。哇，有实弹的感觉真好。哎，又来了，混蛋！死了。谁在我后面打我？啊，在后面！哦，我可以捡。我刚才发现我可以捡了，不过来不及了。啊卡，挂了。烂地方。让我想一下，正前方出口吗？然后超级士兵好几只，哎，干我枪嘞！哎，不会吧？超级士兵在正前方。哎，这不是出口？出口好像在前方左边吗？我看见一个洞，哎。而且我有步枪啊！我下来的时候，妈的什么都没有啊！这里吗？哦！拜托救命！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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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里吗？有种差点掉下去的感觉。哎，完蛋了！我是打错边了吗？哦，没有。这样不去啊，老兄！刚刚这边要冲刺的上啊，该死了！我现在滑下去了。啊，这边这边这边，我已经蒙起了放弃重来 的想法了。好险，那边还有个缺口。三十，电话电话电话，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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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干！主角的基地被攻击了。真的、哦，我没有注意到哎、欸，我这边的情况很紧急，完全没有发现了。等下拿枪好了，我就45发。哇！哇！5包。
给我干后面啊，痛死了！换个地方，不要跟他们硬干。干这边好多东西可以捡哦。打不死，看到了吗？干我连拔蜡都不敢去捡。近距离的时候，他一枪我会死，直接秒掉。散弹当然痛。可是你距离远的话，你子弹一轮也打不死啊，就变成说，妈的完全超硬啊！那种家伙都没有比较好的应对方式了。干，又来了。哇哦！路在哪里呀？可以再硬一点，没错，可以再硬一点。这是保全系统，我让保全系统启动之后，外面的铁窗会降下来，等于说这里是我的要塞，敌人要直接从外面炸，需要花点时间。拔啦！哎，干没有路啊，锁住了。按西换榴弹啊，对齁。可是这种近距离，我小地方用榴弹，等于是把自己也炸死了。哎，路嘞？好嘞。这边怎么没有路啊？怎样？哎，不能捡。出去吗？不可能吧，出去，出去不太对啊。从窗外出去，梯子下来了。刚刚你按的那个地方，嗯，我刚不是把铁窗降下来吗？怎么会是？哦，这里啊，靠，眼馋啊。无尽的眼馋，有点爽。干！他后面那个像氧气筒的东西应该可以打。妈，吃拔蜡了。哦，爆了，两发才会死啊！那个混蛋，我的步枪快没子弹了。29发，散弹40，先用散弹好了。没用打气筒，火箭轰下去。
干掉只是啊，我看到目标了，原来如此啊。哦，完全没时间看任务。没中。一发。放了直升机。我没有榴弹耶，直升机有点硬啊。我好像打了三发了，但是他没有倒。哎靠，用普通的小子弹他就挂了，搞屁哦。哎，搞什么鬼啊！所以我刚没看到直升机直接下去的话，会被他的飞弹炸死哦。不管怎样，都是一定会炸死。我觉得奇怪，妈的，怎么一下来就自爆了？这踩到地雷了吗？好多杂兵呢，搜索一下资源，我需要各式各样的子弹。27发，有瓦斯瓶，这层应该还要先继续下去。哦，我记录了。榴弹零发，搞毛哦！拔蜡也没有了，爆不爆啊？打不死。前面有两只哦，挂了。人都被我打成碎肉了。七彩霓虹灯，去柏林还有很远的路。主角在这边其实已经变成神人了，一个人上月球，一个人毁掉月球基地，然后再从大气层突降坠落都不会死。妈的，我是神，我是神，却打不过超级士兵。这边看起来像是打王的 feel 哎，这么大的场地，哇靠！我用手枪要打这种东西吗？有没有地方可以躲？好嘞，地道好像可以躲。他说站在停车场外面，摧毁伦敦监察者。怎么摧毁啊？
啊！哇，那是什么？哇哦，能源炮！别让他看到我。哎干！我在地底下，他把地板炸开了，对不对啊？打了好像没有用啊，先栓再说。不要再炸我了，你可以对我手下留情一点吗？拿电池炮打，我没有看到红色的目标啊，红着一脚吗？我就站在那边，他是不是有轰到自己脚？他叫我用激光射眼睛，没用啊，有用吗？我没有看到红红的目标出现啊，这样吗？哇哦！我把他打瞎了。小小，我这边应该不会有事吧？等上面要发红色的时候，东西打。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我等他秒我，然后不要用机枪扫我啦。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再来啊！哇哦！还有另外一种攻击啊，导弹呢、啊？导弹我要躲，然后机枪我要躲。快点啊！张开你的眼睛。这里，这边应该不会爆了。我靠！这边这个地下道应该不会爆、喔。当导弹装填的时候，我也可以打。哦，我懂了，我懂了。完全是要等他攻击的时候抓他的反击时间啊！哼！我。我了解了，我了解了，我真的了解了。他的一个导弹已经爆了，然后他会发导弹。谁他妈一直在那边喊呢、啊？有没有中、啊？命中率好低哦。再来说，他开一次导弹应该可以打下两发了。神枪手队长，好简单的网，对啊，一次先打不掉一个。哎、欸，奇怪，我有打到他，怎么没有爆啊？还有五个导弹呢！天哪，这打什么时候、啊？先瞄准一个打。妈的！哦，爆两个了。走。这混蛋是不是要换位置了？开起来，开起来！妈的，没能量！
Hello。哦，赢了吗？他已经没有武器了，不对，不是没有武器了，他导弹爆了，现在只剩下眼睛光线还有步枪。靠，不会吧？他眼睛光线好可怕，我在下面也会受到伤害。伦敦监视器正下方射击他的引擎。哦，我懂了，正下方是吧？没有，没有子弹，先躲一下。我讨厌，我打到一半没子弹，超烦的。要爆了，用猎枪冲。Shut up！开门啊！开门啊！妈的！哦，成功了！躲一下，躲一下！哇哦！所以这种什么伦敦监视者，靠一个人就够了嘛？为什么大家打得那么辛苦啊？我回想起那天在选牺牲者的那一天了，那个变态医生。死如。杀人，所以他高兴。成功了啊！有人来救我了。游戏中好像没有那种开车追逐的场景了。Berlin, come in Berlin. What's your status? 他妈的，我报警了。We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we can stick it out. The place is overrun with deadheads, man. 我们的基地被进攻了，真的。Friend, Frau Engel. 这家伙怎么还没死啊？太夸张了吧！Caroline's with me. We've taken cover in the helicopter hangar. Trapped. 他们躲在直升机那边。哇，你。那些救出来的囚犯有很多都死了。Some are dead. Some are hanging on. 马克思。黑人被找到了，工程师也被找到了，安雅也被找到了，哈哈哈哈哈哈！喂！哈哈哈哈哈哈！哎！I wish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ski to die. 北七哦，干嘛这样冲啊？自杀？我要死了吗？哦，马克思。啊，中弹了，他要挂了，大家都要挂了。他兄弟挂了。说真的，我刚刚车子这样冲下来的时候，就不能再聪明一点吗？我现在是不是要守马克思啊？
他应该挂了。快走吧！他力量超大的，跟妖怪一样。哎，他没有进来哦。我觉得他是他要牺牲自己，他帮我们堵门。哦，有点打，他被转移到死如营地去了。山小啦。大家都被带走了，不是吗？完全没有人了。鲫鱼皮，我靠！我记得有一条密道可以下去了。好，这种也是普通小兵啊！啊，干又来，妈的！啊！散弹枪超级士兵。是这个游戏中最致命的东西。变错，变错，你可以打俺变加那个 ID 啊，俺变会吧？不会的话就 Google 一下。看不到他，挂了吗？马克思的房间，妈的都烧烂了。某人的房间里面还放了一颗飞弹。大家都死了，差点把自己炸死。这里吗？哇哦哇哦，天哪，有个一直在贴连结的那个可以变掉啊 ，LUIS 什么的。先占据有利的空间。怎么一发就死了啊？有时候炸老半天炸不死，有时候一发就死了，是炸到他的蛋蛋之类的。我的床，
How did you arrive? 这是那个疯子女，数学女。The number of consequence is 19. A prime, why not? For the math to square, each and every one on our side must defeat 19 on theirs, on average, and then we'll win. I've been proficient with what you taught me. 11 in the stack. 哦，他杀了好多人哦。I can't remember if I thanked him. Should thank the man that is my friend. 这家伙也是个无双角色。Other means prior to this day. I'm on the move. I need to find Fergus and Caroline. You should come with me. And violate my model. The model. 哎，那个管理员不要一直在那边洗屏啊！打个指令有那么困难吗？解便就解便的嘛，不要一直在那边一直洗这些妈奇奇怪怪的账号。会打的就不要打，给会打就好了。制造乱象吗？他后面有士兵要攻进来了，他也要牺牲了吗？啊，挂了！看着反抗组织的战友们一个个死去。干！怎么还没死啊？下水道进入机库。全部都是机器人呢、欸。他说进入下水道，我可以直接跳到水里面去吗？试看看。路在哪里啊？没有路啊！阿干，一滩死水吧这边。对不起，我走错路了。原来这种1960的超级士兵，他会直接把你秒杀。被他抓到的话，但是他的步枪不像散弹枪那么致命。这附近好像有三只哎、欸！天哪，我只有两发榴弹了。哦哦，补充了，碎啊！六发应该可以打爆两只。三发！哎、欸，为什么超级士兵为什么变成两发就死了？怎么突然变得软了一点？阿甘又来了。可以再硬一点啊！等一下，等一下，等我换个子弹，谢谢。死了吗？耶！杀光光了。我觉得他做一个关卡，如果真的要把玩家毒死的话，对不对？全部都放那种散弹兵就好了、啊，不用玩了、啊，真的不用玩了、啊。没有东西。不假。小龙，你说你这里用潜行的绕过？
啊，入口在这里啊，是吗？哎、欸，等等，还要打机器狗。啊！要掉下去了！哎、欸，不是吧？我靠！Welcome back to Berlin, Raskovich. I'll make sure no one uses our. 他是一个下半身残障的，穿上古代的装甲，超屌！他这个装甲就是我们上一次在潜水艇海底中拿出来的超高科技啊！那太屌了吧！而且为什么不给我穿啊？给我穿，我们就赢了，不是吗？大狗要咬他了！哦，有带吗？哎哎，我也我也我也慢一点啊！等一下，这种枪没有用啊！雷射，干，不要咬我啦！雷射对他有点用。狗跑好快哦！他刚刚怎么升天了、啊？卡住了。哎、欸，这好像是 bug 对不对？他刚刚突然从这边爬上去升天了，然后卡在角落自己爆炸了。自己把自己挤爆了，谢谢。直升机，等一下，补充一下。普通的枪无效，对，实弹是无效的。让雷射那些啊，炸弹的、啊。我可以给你换衣服吗？你把衣服给我，这场战争就结束了，对吧？衣服给我了，谢谢。啊，马克思还没死啊！超屌的。其实就是这么的啦。Mein Schatz bist du auf dich allein gestellt. Aber keine Angst. Star allein. Immer. Auf eine Scheibe. Und jetzt bist du aufhören zu weinen und anfangen zu kämpfen. Ich wünschte, du konntest sie sehen.升天了！最终决战的时候到了吗？这是我们干来的潜艇啊 ，U 艇。可是我们的人员都被抓走了，剩下才四个人。又在做白日梦了。It's agony to dream like this. Wake up to reality. Sometimes, truly, it's good to remember what you're fighting for. 下层离实验室。Our timing needs to be perfect. We have the nuclear decryption keys now. Come in deep, surface real close to the compound. You fucking pulverize the outer wall with a cannon. Get inside the compound fast as you can. They'll be returning fire, so we'll need to dive again before the U-boat gets gubbed up. After which, we'll pull back to a safe distance.
When you're inside, get down to the lower levels. Free the prisoners. We send in his helicopter. Once everyone is safely in the air, we prime the nuclear warheads, fire the atomic bombs, level the whole site. Bibo Benno, no more death head. 计划就是要先把犯人就放出来。我们不是那种激进派，说直接核弹发过去，然后同伴跟纳粹一起死这样。我们还是要先尝试一下把人救出来。是时候了，死亡 flag 立下去了，是时候了 ，time to die。傻小啊，路嘞？是不是有个门可以开之类的？傻小，怎么都没有门？我现在在这边等他们到目的地吗？这里吗？哦，哈哈。我想想看，我是要从基地把外墙炸开。靠，我走好慢啊！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前进当中啊，看那个画面的水流啊。地图已更新。他不给我换一个视野吗？我在这边，怎么看得到我要打什么东西啊？外墙是这个吗？高科技鱼雷，穿过去了。这个东西有看过，它等下会爆开来。哦，碎啦！好屌的东西啊！之前在火车上面用过一次啊，这是第二次了。大门敞开。